今天一大早就起来陪我爸爸妈妈吃早餐。现在在 Big Ben 这边买菜，买什么？今天爸爸妈妈过来陪他们走，陪他们吃早餐。现在这边走走看看，那没什么人，可是我很喜欢这里的猫。今天产生兴趣了，就会去买这些农作物的书来看，这样子会更加的帮助到我。你要种榴莲的时候了解这些东西。现在来到这里要买水泵，要榴莲园，然后需要用到的水泵。我们来这里看一下，哇，很多种的 machine。 我们就是来买，这样我们可以把那个水从那个下面那个我们做的那个湖那边直接泵到山上去，这样子的话榴莲就有足够的水分。这些就是它的泵。现在我们来了解看这些泵的种类啊，看它可以不可以泵到上面去。我的泵很多种了，那个的是这样怎么样的？什么的？你给他看哦，这是怎么的？那个很多种的哦，我的货堆到上面去。哇，不，没有没得了，没有没得了啊，反正我这眼睛放水拜。哇，它的 battery 都很大力量哦，没有小力，我想改进那个汽车的。很多种很多种的泵。等一下，又不用干杯过来。你看什么？啊，哎，你那个不对。还有小有大的泵，很多很多种。今天全部人看机器，现在要 test 这个机器。我买了，用来泵榴莲上去。Masuk air hitam situ. Ini sampai you nampak.Ini yang sudah ada? Sudah ada. Itu belum ada. Itu kosong baru. You buat lah, senang lah. Ini buat pula. Buat lah, nanti saya susah pula. Saya takut you. Tapi dia serang buat you. Dia orang ni buat sampah sini. Atau ada sampah. Malah, weh.能切成两个，完美。要放油啊，然后再切。
个南哥，我爸讲不需要放盐，就是用清水洗过就可以了。那用水洗了过后，冲水了过后就放进去就可以了，就整盒可以放进冰橱了。第二盒，结果一粒可以装下多。哎，你怎么不再放？手撕冰球，把球放进去，结果一粒可以放2、4、6盒。4盒中1盒大，1盒小。哎，谁在？哎呦，这个大力高，这个大力哦。我的蝴蝶呀！颜色也很美。Birthday to you， 我没有拍到脸。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Happy birthday to you。Bye。